问一下老师，可以啊。老师有我。我们今天来干嘛？不知道。嗯。今天跑步。嗯，放屁！我们今天来拍一个跑团的番外宣传片。对，番外宣传片。保密。一个盖子叔叔的。福州最帅主厨没有之一，福州最会做菜的餐饮业老板没有之一。这样子吗？嗯。真的？你是在夸我还是损我？就。其实我觉得我的脸蛮像三十的，心态比较。心态35岁，哎，你这1979年真的的，哎呀，我跑团了，真的。你30岁看不出来。你还在讲你，要不就是一起讲道理，是一起讲道理。大家好，我是福州知名网红江奈浩，我1995年出生的，不要听他乱说，今年才18。30了。尊重不同，点亮希望，我们。一起跑，这是今天晚上那个主题，我们做的活动。关系我不太。我知道那个是自闭症儿童关爱日，对不对？对，不错。今天晚上是自闭症关爱日，对吧？然后我们是北京这个 Running Together 是一个关爱自闭症的一个跑步的一个团，在全球的联盟。那么他会联系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知名的跑团来一起做这个全球联跑活动。那么我们福州是我们主办方，对，我们是总部的这个联办对象。看到我这个衣服只有点亮蓝灯，你这么近，衣服只有胸挺起来一点就行了。你看我这。我是男的，我变性过。这个衣服呢，只有领队才有的这一件。我们 running together， 就今天，你离这么近，就想跟我们一起跑，后面没写跟我们一起跑啊。对对对，有。跟我们一起跑。然后今天我会带尊重不同，点亮希望，我们一起跑。哎呀。那个今天我会带我们最颜值200人。那我们今天晚上有好多个机构，除了我们最颜值路跑团以外，还有。对，我们这个四个一起，对，有200人在奥体跑步，今晚见，拜拜。可以有空加入最颜值路跑团，但是很难加的，很难加。我们有三点，要其中符合2点，哪3点呢？就是你要这个精神面貌要有颜值，没有说你要一定要长得很漂亮，像我也一般般嘛，对吧？你要精神面貌有颜值。第二就是你要会跑步，要能坚持。对，第3点你不能太穷，因为跑步需要钱。这很实在的，我们跑步装备都很贵的，去跑马拉松有装备，然后越野，然后爬山都是不同的装备，还有我们跟着我们去外面跑比赛，所以说就这3点要挤满2点就能进跑团，好不好 ？OK， 嗯。所以说我加入跑团一直没跑步，也是就这个原因，没钱了。18岁，1995年呢？30岁啊。还没开拍我们就开始吃了。我想吐啊，还不小心把陈文杰吃进去，好想吐啊。对，他刚刚吃着吃着把我那份也吃进去了。哇，这盖子笑死我了。他臭流氓，你会怀孕的。你看他好帅耶。这还好帅我。哇，不是那个巨像。我们今天这是我们的男主人公。我们今天的主人公。2006年度天险认证全国全马综合团福建最颜值路跑团，是不是剩一个？还啥哥？一网就剩3个了，剩一个都是他吃的，哪里都是我吃的，你干嘛讲？你看，你要拍多的，理论上本来是没有多的，但是你要，刚刚这声音就 OK 了，就可以。不，你需要多也可以多出来，那你就多吧。好吧。这多的好。好。专业的人才多得出来，你多一下，谁会多得出来？我要你日一下先停，然后我等会切近景哈。好的，要不然一下就打糊了。对，没错。来，准备3、2、1，开始。还有这个跟菠萝都是又吃。哇，你看这都是他吃的，你看我们在拍片，你看我头一转过来他就开始吃，这是我们心目中的跑团团长呀。那我很瘦好吗？啊，那我吃了才有力气减肥喽。哎呀，吃了才力气减肥，不要直拍我嘛。你想告一段落，你想准备换服装，他不是要把这个盖子然后带走吗？
对，没错，你要换服装。好。我刚跟你老婆讲，我说你老公又在那边一直拍我，说我三十岁。他说你强奸他，我说这个任务只能让你来完成，我搞不定，我只能打架，我只能重新打架。好，我们今天拍摄结束了，感谢盖子叔叔，还有我们的这个三十岁的姜太后哈。三十岁了。好，我们待会儿见。今天半夜出来哈，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新鲜的佳能G7 叉 Mark II 的开箱，全新的，还没有还有风标。好，我们现在直接打开来，总算搞了这台了哈。还是小机器，有的时候小机器比较方便一点。说明书，然后一块电池，然后一个小背带，然后一个座充，好，空了，没了。然后有一个快餐盒，啊，有没有？哎呀，好新啊！现在也是用 G7 叉在拍，它是灰太狼我朋友的 G7 叉在拍我这个开箱，全新的机子，而且它刚好带过来了一个贴膜和这个40毫米的镜头保护，就是直接可以贴在这个外面的。啊，这样子我有小机器了，上花瓶。再入手一台这个 G7 叉 Mark II， 也就是因为确实不错哈，推荐身边朋友都买了，然后他们用的时候我有看到，就是像6500机子比较大，然后我再接一个外置的麦克风，有的时候有一些稍微刁钻的角度没办法拍到，就好像现在这种开车的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把我的 G7 叉直接就摆在前面比较方便，6500就没办法，因为它有个麦克风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 G7 叉的便携性真的太大了，就是它的弱点就是对焦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慢，不过这我是可以接受的啦，也就是因为 G7 叉小呗，它方便携带，去哪里都 OK，是不是2000万像素的小卡片，一英寸的底？哎呦，我的天哪，翻了。OK， 好了，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现在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明天还要出差呢。拜拜。